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美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回来的国学堂。刚才呢，我想问杨毅老师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既然中医甭管是吃药、针灸、按桥哈，它都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刺激体内自己的免疫能力，自己的我们称之为能量吧。但是会不会刺激多了之后呢？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刺激，到老的就没有了的，你再学一下用就不灵了。这个说法不能苟同。我认为这是与时共进的。与日俱增的，就自己这个东西，自己这个自愈力，你身体越健康，你自愈力又越强，不会把它用空，就是比如说从小，我们就曾经见过，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女儿在怀孕期间，其实在怀孕期间有些个禁忌，不让做，后来我们就是知道，你不要做她的子宫，不要做她的卵巢，不要做她的腹部，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比较健康，对，所以你的观点就是这个东西不会透支，不会越不会用的没有了，不会啊。您刚才说的小孩子这个问题啊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前两天呢，一个妈妈问我一个问题，她说为什么家我们家的小孩子呢，放在那儿夏天哇出那么多的汗，能够把这个被子几层都给渗透了，而且呢出来这个汗嘛还蛮臭，一岁多小孩，你说男人吃多少，无非吃点牛奶，吃点辅食，他怎么可能浑身都散发出那么长那么那个汗味呢？这孩子脾湿的太厉害，所以呢他出汗出了，再加上他肝肾有些阴虚，天生的吗？天生的。你看他是一岁多吗？他而且肾归先天之本，他在母体里肾阳不足，他就一块就过来了，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出汗太多，适当给他吃点药，或者呢再用一些个药来洗一洗，都起作用。比如呢？比如说六味地黄丸，过去在皇宫里是给孩子吃的，是吗？但是现在做的剂量比较大，你可以给他吃三分之一、二分之一，就把六味地黄磨成粉，不是，掰开以后拿水轻轻的泡，泡完以后跟小稀粥一样，就这样喝就可以。这个对补小孩子的先天肾阳是有帮助的吗？补他的虚，对，这个可以给他补阳，这也不要吃时间太长。那如果现在有些妈妈正在怀孕或者即将怀孕的，那么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功课，能够保证这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呢，没有这个脾湿，不会有这个肾阳不足这样的情况呢？那比如说，他要把他的肺调好，妈妈的自己的肺，妈妈自己的肺，就这两个脚的这个部位吧，这个部位是肺，那妈妈可以做一下这个嘛，那个准爸爸也可以帮着他做呀，他肺功能好了，大肠就好了，他就不至于不结大便，另外吃点蜂蜜，我就建议小孩怀到五个月的时候，这个孕妇可以大量喝蜂蜜，因为蜂蜜里呢有多种维生素 B， 这样的话呢，它可以把这个什么，把这个孩子的大脑的沟回变深，沟回变深了，如果展开，它是不是智慧点就过多呀？我看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药房的时候呢，这个麝香呢是一味很禁忌的药，就是家里面如果开的药是有妇人就是怀孕的话呢，就千叮咛万嘱咐，就不能用这个麝香的。是。所以呢，麝香这个东西它是它的性本身就有这种活血的作用，是不是？对，活血通血。比较厉害，真的好强大啊！比较强大。到现在啊，他得打一个折扣，不是说你们讲错了，而是的确现在的色也跟以前的色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对，所以有时候这个什么，什么东西都得注意一点，与时共进。自然环境变化太大了，对吧？所以今天呢，这个杨老师呢，跟我们呢，稍稍的花点时间跟大家讲，其实呢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的智慧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健康的。是。杨老师呢，反复强调，他说呢。他很谦虚，说自己草根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背后啊是有另外一种精神，这个精神就是自下而上的精神。因为啊，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一样的。中国这个民族能够从几千年下来延绵不绝，它经过了大量的活人试验。是。也许呢，你讲不出道理，但是呢，它有用。在讲得出道理没用和有用没道理之间，你到底选择什么呢？我觉得还是应该选择有用吧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怎么才能活下来呢？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入世的方法。那就出世的东西，那就高级了。那个道家禅定啊，那些东西呢，咱们不讲也罢，因为那个东西是靠实证实修的。稍事休息，马上继续回来，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之国学堂。
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。大家好，欢迎继续回来的国学堂，依然呢请杨老师呢跟我们讲讲啊，从头到脚的很多的这个身体的玄机。刚才呢讲到了脸，讲到了这个各种穴位，葵花点穴手，然后我们再讲讲这个手指。这个手指甲上面的确一定是可以反映很多东西的。是，据我所知呢，这个指甲呢是叫做肝筋之余嘛，就肝的那个筋，筋之余，就是那个橡皮筋的筋，对，筋之余。但是呢，具体的更详细的我就没有办法了解了。请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如何透过一个人的指甲看待他的健康。那么一个人的健康呢，比如说手指甲上头有横的一个棱一个棱的啊，这样它的营养不均衡。如果有白点儿，指甲上面指甲上有白点儿啊，有的人可能是有蛔虫。蛔虫该怎么打？顺便就问了。反正我觉得那个，有的那外国的那药不太管事儿。